红魔无敌挥上五月头，尹佩斯，尹佩斯，尹佩斯，又系尹佩斯啊！阿辉仔爷真系好眼光啦，去年夏天力排众议买入咗呢一位29岁嘅荷兰橙，佢已经喺今季英超射入15球啦。在英超新年快车期3次正选1次后备，更加交出4个入波兼3次助攻，佢咁犀利，非常大阵佢系最全能嘅球员。朗尼继续养伤啦。曼联在快车期更加显出费翔嘅功力，就算轮换咗20名球员上阵，仍然取得3胜1和，21战52分，领先曼联7分添。红魔霸气十足啦，证明啱啱庆祝71岁生日嘅费翔老当益壮啦。他仲话哥迪奥拿、摩连奴、莫耶斯想代佢啊，呢2、3年都唔使谂啦。费翔继续交，肯定好快会打破英超最老领队纪录啦。旧纪录系已故名帅卜比粒神04年以71岁194日冠军。